喂，小月月，能不能看我的比赛？完蛋了！比赛三点开始。你不是生日吗？有什么愿望？你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会让我误会。你住的小屋，亲眼目睹激动的山谷，月光的小路不再低头。我这还不是为了你？我要是不在家，你会寂寞的。哎，夏小姐，你很闲啊，这次打算换什么花样？你是谁吗？我和你打。想赢我，再过一百年吧。我今天就赢给你看。准备吗？请龙慢慢，请多指教。不要到处乱跑。我五点。我像一个笨。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你看，非常有道理。我哥那边，你能放手吗？这个时候够了。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就是陪伴。我弟在家待不下去了，想拿我当替口。你刚才问我，你猜？喜欢我。